有道说此生所求不过凡云覆雨厮守，我们是好人。你爱上了一只羊。不是的，他是一个妖啊。我最怕你这种心性的败类族人，我偏偏要你背上十字架，才死在你面前。你觉得是妖更好，不是这样，还是人更好。但是什么？人与妖势不两立。我不好。为了降妖，要向妖学。一旦变成半妖，才算恢复。当妖处理，精力门户。也是说，你可知最终吞噬心智这条命是我的，不是妖血，是心灵。你的执着将会带来更大的。Thank you.